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啊，我们大概都会觉得有很多需要在努力改善的地方。是人类就是要从曾经犯过的错误中寻找未来的一个改变、更加突破的一个机会，是没有错。譬如说，18世纪、19世纪工业革命那时候的一个影响，整个一个城市，譬如说在英国伦敦。曼彻斯特是城市聚集的一个人口很多，所以大家想象那个时候的城市，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哇，这个乌云啊，因为工业革命啊，所以燃煤造成的一个空污问题很严重。另外一个，那种卫生条件的不好所造成的刺鼻的臭味，那是一个这也大家也现在都能了解，说为什么有钱人都会住到郊外。其实那个时代就是因为你市区住了，哇，太恐怖了，那个味道很可怕。因为这种味道从我们的鼻腔进来以后，它直接会去刺激我们的一个嗅觉神经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的嗅觉神经，这是我们第一对脑神经，嗅觉神经，这是跟鼻腔，你看可以直接这样的把那个味道，把那样的一个气体的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化学物质啊，直接的一个刺激就到我们的嗅觉神经去啊，所以那种纤毛它本身的一个敏感度，对于味道讲起来这是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味道大家想到的不要只是说哦，我要闻香水的味道，其实人类的历史里面绝大多数闻到都是臭味啊。而且这个味道为什么嗅觉是第一对脑神经，这个重要性也不可言喻啊，告诉我们说遇到紧急状况，譬如说烧火那个火烧东西的那个味道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刺激，那样的一个警觉性，我们才能够逃离那个位置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影响，嗅觉的影响，当然是非常非常深刻的。那我们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啊，现在的一个环境里面，当然比较没有那么样刺鼻的一个味道的一个机会啊，去闻到的一个机会是比较少，但是也要找机会去闻一闻大自然的味道。我们现在人都生活在一个非常人工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大自然界的种种跟我们似乎也脱节，所以这个是19世纪、20世纪法国印象派的一位画家叫爱德华维尔雅画家。那么这位画家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他是适合当海军陆战队的代言人。海军陆战队代言人，为什么说海军陆战队？这也没画什么战争的场面啊，他画迷彩妆啊，就是大自然界或者是周围一个环境里面人跟这个地方的一个融合度啊，大概是最让人家看不见这个人的存在啊。你看看这些友人，这已经是他画作里面相对人可以看得出来比较多一点，但是呢，也隐约之间呢，只是隐约约略之间，并不是把那个人的重量。人的重要性去凸显在这个大自然界之上，而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个感觉。整幅画，这一幅画是蛮大的一幅画，呈现的一个状况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角落啊，这是其中的一个细部的地方，包括可以看到人这里有一个女生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但是占的比例也都很小。这里也是有人，这个要看这个到底有几个人，还太近看你还看不太出来。这里有一个人，这边还有两个。这样的一个人物在那样的一个枯枝散叶那种花园秋天的凋零的一个场景里面去感受得到，你看人是这样的一个跟大自然界，这边又是有一个几个人物啊点缀在这样的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那个环境又点出了其实他用的一个方式就很像印花布的那样的一个方式去用画作来去呈现。因为他妈妈是裁缝师啊，所以他从小在这样印花布的环境里面烙印出那样深刻的影响，包括他绘画的风格。所以一个人的一个成长过程中啊，其实是影响整个人格发展甚至于画风啊都是非常大的。
他另外他的画，这个是整幅的画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得到局部那样的一个重复性，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很繁琐的一个感觉啊，这样的一个力道事实上是蛮强的，所以印花布可以从他的一个画作里面去找寻灵感。那另外一幅画也是一样，这个大自然界，这是果实开始成熟的那个季节啊，一样，你看这个人都是很小的。隐约之中，我们把左边这个地方这个人稍微小朋友放大给大家看，原来他的对面还有小朋友那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这个局部在这个地方都是像这个不是草莓，是有点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旁边还有一个妈妈在这样子，所以跟大自然之间的一个融合度事实上是非常高的，这种不至于说我们去突兀去彰显我们的一个存在，而是我们去融入，我们去彼此共存共荣的那样的一个协调的一个人间的一个互动啊，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必须要去学习啊。好，这个微小的一个东西啊，人体里面也有很多微小，譬如说一个这样子，在这看到这个，我们一定会给他去做尿液的检查，因为他会出现一些症状，就是小便会痛，然后可能也会有引起发烧的一个状况。这个病人倒是没有发烧啊，但是小便的一个浑浊，所以去检查的时候，当然微小的事物里面就会发现有微生物，也有白血球在尿液里面，就是尿道的一个感染。所以一个病人尿道的感染，六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出现的一个症状是尿道的一个感染，尿道的感染。那大家想，尿道感染，那一定就是相关，不管是膀胱本身的一个问题，还是肾脏或者是结石的一个问题所造成的这个影响。这个病人尿道的这个化验的一个过程中，除了白血球以外，也有一些红血球。那么这个红血球，当然你尿道膀胱感染也可能这样子，但是相对一些其他的一个症状，譬如说腹胀的一个状况，譬如说体重有一些减轻的一个情形，这都是另外一些警讯的。这个不是只是泌尿道感染它会产生比较这样的一个症状出来，所以当然进一步还是需要去评估，做超音波检查发现不太对劲了，膀胱附近有一些东西啊，所以再进一步再去给它做电脑断层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肿瘤，这是一个大肠癌，大肠癌。那大肠癌怎么搞会跟膀胱扯上关系啊？这个是越往底下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这个骨盆那个地方的时候，膀胱的一些位置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肿瘤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肿瘤从上而下，这是乙状结肠。乙状结肠，待会会跟大家报告它的一个位置，可能就是本身的长度比较长，所以会比较跑到膀胱这个骨盆腔这个位置来，所以膀胱的位置是在这里，肿瘤这个大肠的一个位置也可能在这个位置。那肿瘤在这个附近的时候，它就会侵犯，会去侵犯，所以这是膀胱，这是膀胱，因为里面有空气啊，这是膀胱，所以大肠癌有一个瘘管在那个位置以后，就形成这个地方膀胱里面出现空气的状况。我们正常膀胱里面不会有空气的，所以这个病人的一个缘由是因为大肠癌肿瘤在这个位置，它比较位置本身就靠近这个骨盆，然后再贴近那个膀胱的一个结果。这是从正面看的时候，膀胱在这里，肿瘤在这里，贴近膀胱的结果就造成临床上出现的症状是泌尿道系统的一个症状，不是大肠阻塞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对大肠癌的一些了解，还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及早的一些诊断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要等到它扩散或者是变得很大造成阻塞，这是这个病人。所以你说哎，这么大他还没什么症状，是没有很明显的大肠方面的一个症状啊，反倒是用膀胱的一个症状去呈现。所以这个部分膀胱要有肿瘤的部分切除以后，再重新再给它缝补起来，这个是术后没有漏掉。当然大肠这边的一个肿瘤也要切除啊。所以我们对大肠癌的了解，有阻塞的症状，有流血的症状，也有一些侵犯到其他组织的一个症状啊，贫血的症状，更重要饮食习惯，我们还是要这个纤维素多一点啊，素食这个地方要多强调的它的一个重要性啊。那定期的一个检查，不要等到有症状才来治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多久没有到郊外，多久没有在大树下好好的深思呢？感恩您的收看，再会。